最多应该是什么？应该就七八。应该第三年的时候，啊，多一点的可能要九月、八月那时候可能会多一点哦。试看看，我也第一次啊，不知道有没有。我也说有啊，来没有也是不好意思哦。那后来我就改种，没有人要种，我怕又变成荒地啊，就改种火龙果哈。那火龙果是好的水果，它有白蛋白，植物性的白蛋白，可以排毒。我们常常会吃到那个。对，比较不用照顾了。嗯，有自己要抓好最重要。对，他说拔草抓好最大。那虫要吃哦。因为有哎，这个尖尖的地方就是没有背枝的，没有很花的，是花莲，大花莲、小花莲、软皮的，哦，抓不完呐、啊。啊，还有那个毛毛虫三四种，有黄毛的、白毛、黑黑毛的，有咖啡。家长，你怎么不种那个甜食？很好的水果啦，我们可以多吃。那红色跟红色肉跟白色肉哪一种比较好？那红色哦，在来讲的话是有紫色的那个，红色比较贵，我们市面上红色哦。还有这里提供一下说，我们要长命百岁，多吃紫色蔬果。那这里面有红色，对不对？还有紫心地瓜，你这里面有种红色的？有啦，比较少。还有那个茄子，红凤菜哦，小姐，红凤菜很好哦，补血啦、防癌呀、抗癌哦，很好的菜哦。不要小看它，好像野生的菜一样，没什么受欢迎。其实它是那个医生来都说，多种一点红凤菜是抗癌的、补血的，很好的那种。而且它紫色很漂亮，那个云山的红凤菜用白盘子装，哦，那个颜色啊，好、哦、真是好，我都舍不得倒掉，赶快冲点开水再把它喝下去。哦，那个红凤菜。还有那个。